哇，好漂亮的别墅啊！能住在这里真好，出门没多远就能看到西湖的美景。这里的别墅很贵的，凭我们的薪水，这辈子也买不起啊。嗯，我想这应该又是哪个大老板的家吧？是啊，这里面住的是做丝绸生意的郭老板，他从年轻时就在卖丝绸，赚了不少钱呢。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听说现在是由他的两个儿子接手生意了。哇，真的是很漂亮，又够大间的。郭老板一家人有个特别的爱好，那就是吃泥鳅。他们家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吃泥鳅，所以他们每次买泥鳅都是整桶整桶的买。爸，我去公司看一下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回来的时候顺便去市场买一些泥鳅，好几天没吃了，有点嘴馋呢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好久没吃妈妈煮的泥鳅了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口味跟我一样，三天不吃泥鳅就浑身难受。爸，那我出门了。哟，真好，财神爷来了，看来我今天又能大赚一笔了。啊，什么财神爷？你瞧，他可是郭老板的儿子，他们一家都爱吃泥鳅，每次来不管我有多少泥鳅，他们都会全包的。真的吗？嘿嘿，不信你等着瞧。老板，今天有多少泥鳅啊？嘿嘿，郭先生，今天有三四桶呢。好，那我全要了。哎，没问题，我帮您送到车上吧。真没想到啊，竟然有人可以一次买这么多泥鳅啊。泥鳅买回来后，郭老板的妻子便会亲自料理。他先把泥鳅倒进盆子里，然后撒上几把盐，再用盖子盖起来，泥鳅便在盆子里稀里哗啦地乱窜起来。爸，我买泥鳅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今晚你弟弟的女朋友要留下来吃饭，刚好可以让她尝尝我们家的拿手好菜。嗯。老大把泥鳅买回来了，你快去厨房处理一下吧。泥鳅？是啊，呵呵，我们家的人都非常喜欢吃泥鳅，尤其啊是我妈妈煮的泥鳅汤，哎，简直就是世上少有的美味啊。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了。伯母，那我一起去厨房帮忙吧。好啊。伯母，你在泥鳅身上撒的是什么呀？是盐巴。这一道工序啊叫浸味，是为了让泥鳅把吃到肚子里的泥吐出来，这样煮熟后吃起来才不会有土味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看来他们将泥吐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可以下锅了。伯母，这些泥鳅不用杀吗？不用，泥鳅要活着的时候就丢进滚水里煮，这样做出来才美味呢。好了，可以准备开饭了。好的。郭老板一家每年都要吃掉大量的泥鳅，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杀害那么多的生灵，自然会积累下越来越多的罪业。嗯，来吃吃吃，别客气啊。过没多久，
郭老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他浑身灼热疼痛，看遍了各大医院的名医，却丝毫不见好转，反而有逐渐加重的趋势。好痛，好痛啊！怎么样啊，老公，你的身体又痛起来了吗？是啊，我又热又痛，就像被开水烫过一样，痛死我了。老公，我们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吧。检查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可检查的？这些日子，各大医院的名医我们都看过了，可是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唉，难道就没有人会治这种病吗？对了，老公，不如我们登报，用重金寻找能治疗你的病的人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也是个办法，我想应该有人能治好我的病的。于是郭老板便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，希望能找到一位可以治好自己怪病的医生。你看，那位郭老板又在刊登重金寻医的启事了。听说好多人都去帮他看过病，但是却一直没有治好，郭老板为此还花了不少钱呢。看来那个郭老板得的真的是个怪病，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都治不好。是啊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郭老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位学佛的师兄来到了他家。先生，不知道您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啊？我不是医生。什么？你不是医生？那你为什么说能治好我的病呢？有一些病不是吃药就会好的，这些病都是果报的缘故。郭老板，你们家的杀气太重。杀气太重？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老公，泥鳅汤煮好了，你过来吃点吧。这位先生，我家里哪有什么杀气？就算有，那跟我的病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欲问尔得是何病，且看尔那碗里羹，热煮泥鳅惨叫声，皆是因为妄杀生。啊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之所以染上这怪病，都是因为吃泥鳅杀生太多而遭到了报应吗？是的，郭老板，您吃掉了那么多泥鳅，那是多少条生命啊！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，你背负的罪业越来越重，所以遭受到的果报也是越来越厉害呀。先生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您可一定要救救我。你的罪业实在太重了，只有以后不要再杀生，要多多放生，并为那些死在你口中的泥鳅念上千遍的金刚经，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。我明白了，从今以后我会戒杀如素，绝对不会再吃泥鳅了。好的。老婆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煮泥鳅给我吃了。那位先生说的有道理，我这一身怪病就是吃太多泥鳅而积累下来的报应啊。好的，老公，我知道了。你跟着我也吃了不少泥鳅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诵读金刚经，另外我们再买一些鱼虾泥鳅去放生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从那天起，郭老板便牢记学佛师兄的话，再也不吃泥鳅了。他每天全神贯注念着金刚经，并出钱购买生灵进行放生。俗话说，久病无孝子。自从郭老板得了怪病后，他的两个儿子都渐渐疏远了他。对于郭老板劝他们不要再吃泥鳅一事，他们兄弟俩也充耳不闻，依旧我行我素。听说你们又偷偷出去吃泥鳅了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再吃泥鳅了，
否则也会和我一样遭到果报的。爸，你怎么会相信果报这种事情呢？我怎么能不信呢？我的病那么多名医都治不好，幸亏那位学佛的先生点醒了我。你看，自从我戒杀如素、诵经放生后，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，果报这事可不能不信呢。好了，爸，我们知道了。公司里还有很多事呢，我跟哥哥要先去忙了啊。你们俩吃了饭再走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们要走了。老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竟然相信自己的病是吃泥鳅的果报。他不吃就算了，还不准我们吃。就是嘛。哎，哥，我知道有家餐厅做的泥鳅非常棒。哎，走，我们一起去那里吃饭。郭老板的两个儿子很快便遭到了果报。这一天，他们俩出国洽工所搭乘的飞机失事了，兄弟二人无一生还。报应啊，这两个小子不听我的话，一直偷吃泥鳅，现在终于遭到报应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郭老板及时悔悟，戒杀放生，因此结下了善缘，让他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，而他的两个儿子却执迷不悟，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啊。施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